从事软件开发工作性价比最高，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？字不如表，表不如图，图不如视频。从今往后，我就是你身边的 IT 教师。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儿。我的目标是够全、够新、够精。听高老师细说 PHP。大家好，我是熊联的讲师高墨峰。大家好，我是妹子。妹子，上节课呢，咱们介绍了 PHP 中跟日期和时间有关的程序，对不对？那么咱们需要记的就那么几个函数，对，其他的现用现找就可以了。对，那这节课呢，咱们需要编写一个日历程序，嗯，来把前面咱学过的几个函数稍稍串一下，好吧？好。那日历咱们大家呢一般都见过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计算机里边操作系统里边也存在日历，看一下这个日历，看一下今天是2014年2月14日，什么日子啊？哎，情人节，对吧？今天呢，有个小伙看过咱视频，觉得妹子漂亮，一大早就跑过来送了一朵玫瑰花。如果你有多几朵的话，那你还有机会啊。所以呢，赶紧点。那我们看一下日历呢，虽然是我们好多页面上都见过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对，也是常见的东西。而日历的实际的用途是开发日程的东西。对，比如说你做一个排班表。对吧？没有日历的话，你怎么排班？对不对？那你假如说咱们做一个排课，对吧？都需要日历的存在。所以当编写日历，并不是为了显示用，而是在系统里边根据日期咱们设置一些东西的时候会用到。所以日历的算法，希望大家能掌握。那这节课呢，咱们就简单来实现一下简单的日历，就不写那么复杂的了。那你比如说你想要一个完整的日历程序呢，你可以参考咱们细说 PHP， 对吧？对，里边呢专门有一个写日历的一个类，你可以拿去改造，对吧？咱们就把核心的代码写一写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日历程序怎么编写啊。首先我们打开一个程序，那编写日历呢，首先我们就得知道日历是处理日期的，对不对？年月日的，所以呢咱们需要有年月日三个变量。那好多日历呢都需要设置年月日，对，对吧？改变日期，那咱们这个呢也通过简单的比如 URL 参数设置就可以了，我不写那个设置界面了。所以呢我们先把三个变量生出来， YEAR 年等于，如果用户通过 GET 去设置这个年份， URL GET 存年份，对不对？我们就用用户传递的年份，对，对，YER。当然了，这个年份呢，咱们我这边只是简单的写法。如果你写的话，你需要做判断。比如说，它设置一个不存在的年份，对，对吧？比如说，三万年或者是八万年，对不对？不存在的话，那么你可以设置一下有一个范围，而且它设置年份，比如是 A B C D 也不对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呢，这样的话都要把用户传上的值进行设置，对不对？如果用户不设置，那么像刚才咱们打开日历是默认当前的年月日啊，对，对吧？当前呢，记不记得咱前面学过一个 date 函数，记得，可以把当前的时间转成咱们想要的年月日，对不对？嗯，那咱就用一个参数转换就行， date 什么 y 是不过去当前的年的，嗯，对不对？当前的年，对吧？对。然后 month当前的月，这个呢假如说也让用户设置 get， 对，如果用户写了也要用这个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月份是什么？ M， 小 m， 对不对？嗯，当前的月，然后当前的日我就设成 d y 吧，嗯， set， 如果用户传递了这个，应该用小 d 吧，对不对？当前的日，对吧？三个变量做好了。对。那日历呢，咱们看一下这个格式，看一下上边呢是标记了星期，对不对？对。星期呢就是星期日到星期六是固定的，
对吧？所以咱这个没有必要说写个程序算法把它算出来，直接写出就行了。然后日历呢，咱们用表格表现，好吧？好。嗯，那我这块输出一个 table， 然后呢 ，brbr 先给上一个边线，可以吧？对。然后宽度，比如说咱们设置300，然后呢，放在中间。由表格开始呢，就需要由表格结束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嗯。然后咱把那个日期写出来，对吧？输出一个 tr， 再输出一个斜杠 tr， 然后我们输出用 th 吧，这块写出来斜杠 th， 然后呢，加个样式，让它背景颜色咱们用的是 blue 吧，蓝色可不可以啊？然后我们这里边第一个是星期日，我们先把它复制下来。星期日、星期一、星期二、星期三、星期四、星期五、星期六，对吧？先把这个输出来。当然，你这个样式可以统一用一个类，我这只是简写一下，对不对？星期日，然后星期一、星期二、星期三、星期四、星期四、星期五、星期六。好，我们来运行一下，看一下我们这个简单的格子有没有呢？有一个语法解析错误，这块少了一个分号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再运行一下。你看，日一二三四五，对不对？当然了，我们可以把字体变成对别的颜色，你可以调一下，对不对？这个咱们就不纠结了，好吧？那这块上边这块是周日到周六的日期有了，那下边是不是就得循环呢？对，对不对？那咱看那个日历，咱们得找到一个什么？得找到一个，问题在哪呢？开始循环日期的时候，我们得知道每个月的天数，然后才知道循环多少次，对吧？比如说二月28天，那有没有二月是29天的？有。所以呢，咱们得做一个闰年的算法。只有闰年的时候才是29天，其他的28天，而其他的月份天数都是固定的，对吧？对。比如说一月31天，对不对？然后二月28、29固定是闰年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三月31天、30天、31、30，再31，再31、30，对不对？对。这样的话，就是除了二月，其他的月份天数都是固定的。嗯。那来找呢，主要是靠什么闰年来补平的，记得吗？但是呢 ，PHP 有一个好处什么呢？这个求天数呢，不用咱们非得写什么闰年的算法，因为闰年的算法咱们需要写一个函数，比如说能被什么四整除，并且不能被400整除的，或者能被400整除的才是闰年，然后闰年二月才是28天，对吧？写个这函数比较复杂，而 PHP 有个简单的，什么简单的呢？我们来看一下手册，咱们搜索一下 DATE。这里边呢有一个参数，直接我们就能获取天数，是一个小 t 的参数。我们找一下，小 t 在哪？这块给定月份，锁定的天数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现在是不是知道年和月了？不管是默认的还是系统设置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根据这个两值，我们可以比如说，当年当月的天数，我们想求一个这个，对不对？那用 make time 是咱前面学过的一个函数，对不对？还记得传小时、分秒，对不对？然后月 month 月日年，对不对？那它只要给当月和当年就可以了，就知道这个月份的天数，对不对？所以日不知道，那咱就假设每个月是不是都有一号啊？每个月不一定有31号，但每月都有一号，对不对？然后 day 不是。这样的话我们就能把什么当前的年月是转成时间圈了，转成时间圈之后我们再用 date 去格式化，用一个 t 格式化它，是不是就能求出这个年份 year 是不是它的天数了，我们声明一个变量叫做dys， 可以吧？对，是不是当月的天数就有了？这是我们看到日历程序我们想到的，得知道每个月多少天，我们才知道循环数字是多少，对吧？然后我们还需要知道一个，
日历不管是哪个月的，比如说二月也好，三月也好，你看，现在我点的是三月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要知道，每个月的第一天对应的是星期几，嗯，对吧？只有直到这个值，我们才知道前边我空出几位来，嗯，听懂吗？对。所以呢，求日历最重要的一个算法就是什么？要获取什么？当月的第一天是什么星期几？这一点很重要。对，核心就在这儿呢。那我们这个怎么获取呢？还找这个手册里的函数，有一个是 W 的小 W 的参数，我们看一下啊，小 W 参数在哪呢？在这儿呢，对不对？星期中的第几天表示数字，对不对？零到六。然后这个大 W 呢，就是格式化年份中第几周，每周从星期一开始，那应该是这个，对不对？对吧？那我们只要通过实现做 W 就能找到星期中的第几天，对不对？比如说每个月的一号是星期中的第几天，是不是用这个去找啊？那同样我们跟这个算法是一样的，我们只要拿下来，比如说每个月的第一天开始的周，我这块就写一个叫做 STRTSTARWEK 开始的周，行吗？然后这块用个小 W，我这块是不是每个月的一号，看它是对应的是周几，对吧？然后我们在这块可以输出一下，今天是多少年多少月多少日，然后是情人节。那我们年$y e r，对吧？多少月呢 ？month， 对吧？多少？别忘了接下上什么？对，大括号。然后多少日呢 ？dy， 对吧？我们来看一下，今天是2014年2月14日，是情人节，对不对？对。除了情人节，今天还是个元宵节，对不对？双节还是元。对，元宵的元应该是元，是这个吗？元宵节的宵，三吧，是吧？今天是情人节，也是元宵节，祝大家节日快乐。当然你看到这期视频的时候不一定是这天，对吧？然后我们再看一下，既然我们这个答案出来了，也知道每月当天天数了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们按照这个，我们需要先把什么辨证出来啊？看一下，先把前面空白辨证出来，对不对？嗯。那今天是二月，那我们还回到二月，二月和三月的一号都是星期六，对不对？对。是不是前面有几个空白啊？既然我知道当月的第一天是星期六，对不对？嗯。那前面是不是循环五次啊？对。输出五个空白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我们前面写一个循环 ，for 循环 ，WY 等于零 ，WY 小于什么 ？STRTWEK。比如说这个值应该是六，对不对？那小于六是不是就循环五次啊？对吧？然后 WY 加加。那我这块前边呢，我要先输出一个什么一行嘛 ？TR 格子开始，对不对？那最后我要输出什么结束的一行？对吧？然后我们这块输出一下 TD 斜杠 TD， 是不是空白的格子啊？周杰，如果我们这块就是一号，那小零小一，那有可能就循环什么？循环一次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这块使用是$空格，我们先用一个井号，空格有可能你看不出来，对不对？先使用一个井号，那我们看一下前边。你看是不是到周五周日到周五，因为周日是从零开始的嘛， 对不对？零一二三四五一共六个嘛，对吧？那前面是不是六个井号啊？那六开始是不是就是一号了？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在这块再循环 ,for,dollar4 接等于零，应该一号从一开始，对不对？对 ,dollar4 接
小于是不是得是天数了？嗯 ，DYS， 刀夫街加加。那这里边呢，我也想用这个 I 做换行处理，对不对？I 现在循环已经累积到5了，对吧？那我这块再刀了块加加，是不是有一个新的开始啊？然后这块循环输出什么呢？一个格子，这里边我们放上刀了块接，接应该小于等于 date， 对吧？因为从1开始的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来，我们拉一下代码，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输出 TD 的格子了。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写什么，没有写换行标识的话，它会都显示在一行，看到了吗？从1一直到28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，当这个，因为我们从这边是从 i 开始的，这里边有 i 加加，对不对？当 i 是7的倍数，因为每周7天嘛，是7的倍数，是不是就换行了？对。所以我们在这块是7的倍数，算一下，如果$i， 因为上面是 i。整体累积的，对不对？嗯。如果 dollar phi 跟7球模等于0，我们就来一个输出一个什么，直接结束一个 tr， 然后下一行的 tr 再开始，对吧？那我们再看一下，这样的我们会什么样呢？是不是1到28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后边有空白的地方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是不是也得补上呢？不然它缺格子啊，对吧？所以我们这块后边空白的地方我们再来一个循环，对，判断什么呢？判断如果 dollar phi 怎么着跟7求模的时候还不等于0的时候，证明它没有到边界了，对不对？那不等于0的时候，我们就需要怎么着输出一个 td 斜杠 td， 我这块还是用井号来代替，可以吧？然后我们这块也得让 i 是不是每次得加一次啊？到了 phi 加加，这就是日历的核心算法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最后它会补上这个格子，是不是就完好的一个表格了？对。那如果你觉得格子不好看的话，我们可以干嘛呀？我们可以把这个边框设置为什么？设置为0，这样的话我们就看不到格子了，就是一个日历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如果你不想用井号的话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把井号换成一个空格占位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安德福 NBSP 分号，下面也是什么？安德福 NBSP 分号，对不对？嗯。当然了，我们日历程序呢，上边呢，在这个上边你要显示哪月哪日可以设置，对不对？那咱们月日，咱们这块为了简化一下，我就不写了。但是当前是哪天，这里边是不是得看到啊？对吧？所以我们这块就可以加一个判断。如果 dollar 接等于当前的这个天，对吧？和这个是对上的，我们输出一个这个；否则我们输出下边这个，对吧？我们这块加一个当前天 back， 加个样是吧 ？back 外边是双引号，里边就得用单引号，对不对？比如说 red。红色的，或者是 GREN 绿色的，对吧？绿色情人节嘛，是不是就可以了？如果觉得格子的宽度、高度啊不好看，我们用样式是不是都可以去设置啊？嗯啊，那现在我们可不可以设置呢？你看，我们完全可以设置这个问号，我们可以设置 YER 年等于2012年或者2014年，对吧？然后月份 MONTH 等于比如说10月，对吧？我们回车一下，我得看一下字符编码。你看2014年10月14日，那这个字呢就不是这样，对不对？你看这块是不是从周三开始是几号啊？这月有31天呢，是不是日历就小了？这只是日历的核心算法。大家根据这个日历的核心算法，你就可以干嘛呀？比如说做一些日程的排班表之类的，就可以把日历都辨定出来，然后有星期几设置谁排班，这是多少号，对不对？嗯，或者是连续设置都可以了，好多这样的程序，好吧？嗯，那大家呢先对日历算法有一所了解，那将来在工作的时候遇到跟日历有关的程序的话，你就可以按照这种方法，再加上自己的思维或者找一些资料，把你的项目完成，好吧？好。
谢谢大家，咱们这节课就教到这里，再见，祝大家情人节、元宵节快乐。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，总结能力非常差，胡乱学习，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，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，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。为此，峰哥推出每天60秒语音，为你答疑解惑。加入峰哥微信公众账号，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。用微信扫描二维码，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连，出来一个高大威武、有内涵的帅哥，就是我了。点击关注，我就会天天骚扰你。